唱歌是一件让人欢喜的代志。为了鼓励乡亲重视正统的休闲活动，福建乡公所特别在大仑村举办卡拉 OK 比赛，提供爱唱歌的乡亲一个表演的舞台，让人当尽情来发挥家己的歌声。卡拉 OK 比赛一开始，乡长就用点首先主台表演，两个人精彩对唱演出，为规个活动热烈开场。乡亲重视正统休闲活动，福建乡公所特别在大仑村举办卡拉 OK 比赛，提供爱唱歌乡亲一个表演的舞台，让因来发挥家己的歌喉。今仔日是咱福建乡举办第一选区的歌唱比赛吼，今仔日办伫咱这个福建乡大仑村的这个复兴宫的这个庙埕吼，因为咱福建乡咱各社区呢真侪拢有歌唱班，咱在时代呢拢有咧学唱歌吼。因为去年新的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讲咱的歌唱的比赛转来停办。伫今年度呢，疫情已经稳定落来吼，所以讲有真侪咱在时代，在乡亲的在时代咧，一直咧问讲，咱今年有要搁办歌唱比赛无？所以讲咧，因顶咧积极咧咱甲咱的社政府来策划吼，来举办这个歌唱比赛，互咱在时代咧有这个上舞台的这个空间吼，嘛鼓励。咱的时代，大家做伙来学唱歌，唱歌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帮助吼。所以讲吼，鼓励大家唱歌，做伙来运动。卡拉 OK 比赛民众欢迎拢真好，李伟丹秀宝嘛专工前来为每一位参加者加油，希望大家拢会当有好的表现，取得好的成绩。今仔日是咱福建乡公所举办吼歌唱比赛，头一场呢是东凤乡这边吼，伫个大仑村吼的武圣宫的这个广场。江苏所举办这个活动吼，得到咱乡亲真热烈的这个响应吼，大家拢真期待有这个舞台，通好来表演，以歌来回友。首播在这祝福讲，今仔日的歌唱比赛圆满顺利，嘛祝福所有的参赛者拢有一个真好的成绩。江苏大兴提供舞台，民众拢真欢喜，参与的人嘛拢真踊跃。欢喜哦，伫阮大仑举办这个唱歌比赛，当然唱歌是足好的娱乐吼。嘛带动全民吼，这个唱歌比赛安尼啦吼，祝福吼，咱即届吼，大会这个比赛圆满成功。觉得不错，让每个村子来比赛，来让人家交往的也很好，这样子，让人家有胆量，不管是一个快乐还是不快乐，大家来一起唱歌是一个好事，就是可以带动这个歌唱的一些活动吧，大家就可以踊跃的去参加这样子。就是大家学习唱歌会有那个动力。比赛现场是来了真侪民众，除了比赛选手以外，也够真侪人来听歌，欣赏这精彩的表演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、侯兴采访报道。